想想。好的，好，那么接着再来看的这个是高铁联络道通车，所以这辆往返竹科可以省20分钟，有效串联新竹县生医还有台支园区路网，新竹市光复路一段车流预估因此可以降低3分之1，哦，可以到了，就降低32%，32.8%，差不多就33%了。这个是新竹县